主料，鸡翅5个，辅料，蚝油50克，料酒一小勺，老抽一小勺，白糖10克，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将鸡翅洗净，在鸡翅的正反面拉上一道，把鸡翅和各种调料搅拌均匀，腌制30分钟，起油多，油要多。放入腌制好的鸡翅，倒出大部分油，剩少许，放入清水，盖上锅盖大火炖，等开后，转小火，收水后，放入鸡精即可，搅拌一下，关火即可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